我是刚完列车的那112年了，三月七号，北方9:27上班就是非常会打苦干气呀，18一次哦。我的18一次金龙发车将上澳向开往八爪子贝岛的乘客车准备进站。第一次，即将进站的是9:30开往花莲2124自强号。各位旅客，你好，第二个台第一次，今天的进站的是9:30开往花莲2124自强号。嘉兴三二，好，嘉兴28，嘉兴24，21次哦。昨天把这辆北回向花莲了 ，PP1028当天做 PP 的好，啊 PP 就讲好，当天就有 PP1028，交会24，昨天把这辆北回向花莲 PP 就讲好，在瑞邦瑞邦当天好。18一次打掉大流浪的是开几车门21次大流浪的可以18一次在流浪奈斯里，好，21次也关闭车门。9:37开往树林区间车，请在第二月台 A 侧候车。各位旅客，旅客高点37分归安，请啊，不敢签，签不的。拜拜，再见了。21次树林发车，然后北回向花莲了 ，PP1102。单电租 PP 电脑加手机车厢加 PP 一1028单电租 PP 电脑 PP 自强啊，在瑞邦洛阳站起啊，也是81次也在洛阳站起。我刚才在讲拜拜。再见。